也想拍个这个，就我这么有少年感的人，不拍这视频都白瞎了。少年感帅哥来了。毕业前的男同学，毕业后什么是快乐星球？炸炸炸！本来想拍个帅帅的骑车视频，结果拍成了这样。行了，我破罐子破摔了。当青春偶像剧拍成接女儿放小。我也想拍这个视频，但也不知道是我太穷，还是该怪我们太穷，只能坐一个坐的自行车。算了，换个姿势吧。二一。哎呀，这小狗真可爱。哎呦我的妈！这又是哪个女孩的青春啊？应该知道我怎么说的。
会出现在动漫。